刚才我们欣赏到了一段非常温馨和非常感人的视频啊，Shining在韩国与我们韩国的粉丝度过5周年这样的影片，非常的感动。那想问一下我们的Shining各位在观看刚才那个影片会有什么样的感觉？방금 보신 영상은 한국에서 진행됐던 5주년 기념 파티 겸 팬미팅의 영상인데요, 매우 감동적이었습니다. 그래서 팬 여러분들이 준비를 해주셨죠? 맞습니다. 是他们亲自为我们准备的一个视频。那我们看了以后，大家都非常的感动吗？我们刚才看到影片当中，刚才是谁看哭了？刚才在影片里面。 아까 영상 안에서 누가 우신 것 같았는데 누가 오셨는지 말씀해 주시겠어요? 제 기억으로는 아마 기분이 종현이 형이 네 정말 네 좀 울었던 것 같아요. 中宣柱的愧多，中宣柱的最多，是不是？看来中宣是一个还蛮感性的人的啊。中宣柱가 제일 많이 우셨다니까 제일 감성적인 분 같이 들리네요. 맞습니다. 저 정말 감성적이죠. 是的，我感情非常丰富。是。那么我们现在啊，刚才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 Shining 与我们韩国的粉丝度过了5周年嘛？那今年到了2014年，我们的 Shining 呢马上迎来自己的6周年了。想问一下我们的 Shining 在这个6周年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和打算？ 이제 새해인 2014년에는 6주년에 맞게 되시는데요. 네. 새해를 맞이해서 어떤 각오나 소망이 있으시면 말씀해 주세요. 일단 저희 멤버 5명이 다 건강했으면 좋겠고요. 首先呢，我就希望我们每个成员都会很健康。 그리고 2014년에는 이렇게 중국 팬 여러분들과 더 많이 함께하고 싶습니다. 希望更有更多的机会与北京的粉丝们一起见面。是，当然呢，我们所有我们北京的粉丝们，我们也会期待我们的 Shining 常能够来北京，给我们带来最精彩演出，跟大家见面的，对不对？ 앞으로 더 많은 북경 팬분들과 만날 수 있는 기회가 있기를 우리는 모두 바라고 있습니다. 很好 OK. 好，那么我们都说了，我们今天晚上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嘛。我们北京的所有的歌迷朋友呢，为了欢迎 Shining 来到北京，也为 Shining 准备到了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礼物。Shining 想知道是什么吗？오늘은 북경 팬분들과 샤이니 여러분들께도 매우 뜻깊은 날인데요. 북경 팬분들도 마찬가지로 특별한 선물을 준비하셨다고 합니다. 정말요? 아쉽지만. 是，好，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拿上我们的特别礼物来，有请。好，我们特别礼物，来，有请。谢谢大家。是，我们要为各位介绍一下，那现在这个蛋糕呢，也代表了我们北京所有的歌迷们给我们 Shining 最热情的这样的一份爱和对他们的关怀。所以在此，我们所有现场的歌迷朋友们，你们的掌声和欢呼声再次送给我们的 Shining， 好吗？好。掌声欢迎，谢谢。OK，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有个特别的环节，我们要有请到我们的 Shining 呢，在我们的舞台上面来给大家切蛋糕，但是呢，我们要用一个非常特别的方式。 待会儿我在台上叫 Shining， 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你们就用韩文讲 사랑해요 好吗？이렇게특별한 케이크 커팅하기에 앞서서 먼저 MC 분께서 Shining이라고 외치면 관중 여러분들은 사랑해요라고 외치고 그 다음에 케이크 커팅 해주시면 되겠습니다. 네. OK吗？好，来，我们北京现场所有的歌迷朋友们，我们先来试一次，好不好？ Shining。 我们刚才的那个声音好像还不够大，我们北京的 fans 们，你们的热情就只有这些吗？我们再来一次 ，Shining。哇！那么我们相信我们的各位成员呢，一定能够感受到我们北京的粉丝对你们浓浓的爱。谢谢你们，谢谢。对，많이많이느끼셨나요？ 감사합니다。 谢谢。好，那要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将我们的蛋糕先帮我们带下去一下哈，待会儿我们的Shining可以在台下继续来接着吃。来，有请。 好，来，非常感谢大家。好，谢谢，请Shining，请坐，请坐，谢谢。好。
刚才呢，我们的山林呢已经是感受到我们北京的歌迷朋友们给他们浓浓的爱了。所以呢，今天晚上在我们的这个演唱会的现场，我们的各位歌迷朋友们不仅可以听到和看到我们山林带给我们最棒的歌舞，当然呢，我们也要借由这样一个非常特别的机会，来更多的来了解和认识我们的山林，好吗？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准备到了一个特别的聊天环节。 다음 단계는 샤이니 여러분들하고 더 소통을 강화하는 시간을 가져볼 텐데요. 네. OK.好，那么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山林这次是第一次来到北京嘛，想问一下我们的山林啊，在我们的这个中国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或者是文化、语言方面是不是也学到了不少呢？ 샤이니 여러분들은 중학교에서 활동을 많이 하시는 걸로 알고 계신데요. 저희가 데뷔하고부터 계속해서 저희가 샤이니에서 我们在中国这个方面活动的非常多，然后我们在中国活动的期间呢，感觉到了很多东西，然后现在也在学。好，那我们听到刚刚Shining就回答，知道了他们有非常多的信心啊。那接下来呢，就要为各位北京的歌迷朋友们送上一个我们特意为大家安排的环节，叫做中国的 Q&A， 中国的问题的问与答，来看一下我们的Shining对我们的北京和中国是不是有着更多的了解呢？ 아까 매우 자신이 있다는 말씀을 해주셨는데요. 아, 물론이죠. 그럼요. 对呀，我非常自信。 OK，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开始到我们的问答。待会儿我们来进行我们的抢答啊。그럼 우리의 퀴즈 쇼를 시작하겠습니다. 네. 好，我们待会儿知道答案的呢，我们就举起手中的名牌告诉我们，好吗？ 답을 아시는 분은 팻말을 들면서 이름을 크게 외쳐주세요. 정유. OK， 好，那我问一下我们的兄弟，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되셨습니까？好，好，好，现场的所有的粉丝们，你们也准备好你们的热情的掌声加尖叫了吗？开始。OK， 第一题，请问中国的首都在哪里呢？中国的 수도는 어디입니까？ 태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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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태빈。我们刚才是谁最先举牌？谁？ 好，我们刚才我们刚才是应该是敏豪最先举的，对不对？OK，敏豪，北京，恭喜你回答正确。答对了。好，谢谢。好，第二题，要请各位继续要接着抢答。第二题，请问北京最出名的一道菜叫什么名字呢？북경에서 가장유명한음식은무엇입니까？ 北京烤鸭，恭喜你回答正确。맞았습니다。OK，谢谢谢谢K，恭喜。好，那第三题，第三题，请问中国在哪一年举办了奥运会呢？中国是언제올림픽을개최했나요？민호，민호很厉害，민호居然能够听懂中，民호在几年？2008。2008。2008。 恭喜你回答正确，重大胜利的祝贺你们！好，其他的团员要加油了，好不好？接下来一个问题，中国有多少个民族呢？中国에는총몇개민족이있습니까？泰民是泰民吧，对吧？泰民不知道。<笑><笑> 你不知道，那我们就再来抢答一次中国有多少个民族？中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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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성인이었나? 한국은 20살부터 성인인데요. 그럼 중국은 몇 살부터 성인입니까? 태민 씨 태민 씨 19 민호 대답해주세요. 18 바꿀 수 있는 기회를 줄게. 18 18岁 恭喜 키 우리가 正确了. 오케이.
OK，我们要紧接着我们的问题越来越难喽。第七题，请问中国的儒家的文化的创始人是谁？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哇，这么厉害！钟玄。孔子。孔子。哇，一个古了，哇，很厉害。难道大家不知道这个问题吗？OK， 好，我们其他成员要加油了，好不好？第八题，请问。钟玄，钟玄。钟玄，请。潘董。熊猫。恭喜你，回答正确。OK， 好，我们紧接着第九题，我们一轮有10个问题，看谁回答的最多，好不好？第九题，请问有东方夏威夷之称的中国岛屿叫什么？东方的夏威夷라불리는중국의섬은어디입니까？ 粉粉，给他们一些提示，是在哪里啊？东方夏威夷是在哪里？运动。有对战，只是第几个？对战。可以告诉我们是几个字吗？是3个字，3个字。在你的 Three words。 行，请问一下，好，泰明，泰明，T，你知道答案吗？啊，一个不知道呀。啊，中国话的话，我们用韩文来翻译可以吗？要是你跟他们说中文，然后他们用韩文猜，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啊。啊，你们，첫번째글자만알려주세요。첫번째중국어를알려주세요。첫번째중국어。只告诉我们第一个字就行了，拿中文告诉我们第一个字。海。 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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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海，这样好不好？这样好不好？我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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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一个亿，敏豪，敏豪西，六个亿，没有这么多，翻译姐姐，我们在说我们是北京有多少？六个亿，有多少？六个亿，泰明，泰明西，超，四个亿。 2000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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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万
1라운드 10문제 퀴즈쇼는 이제 끝났고요. 我们回答最多问题的和最少问题的都要来品尝我们的终极料理。 가장 정답을 많이 맞힌 종현 씨께서는 중국의 맛있는 요리를 맛보시게 될 텐데요. 我们中学先来啊，来中学先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是什么。 이게 뭔지 여러분들께 보여주세요. 설탕 딸기 것 같은데요. 这个是我们北京特别有名的，叫做冰糖葫芦，这是。这个 굉장히 유명한 딸기 위에 사탕을 입힌 것입니다. 好吃吗？ 맛있나요？ 特别好吃。哎，周璇，你可以选一位团员跟你一起吃。啊，周璇是他的 member， 한 명 보내서 같이 드실 수 있는데요。 冰糖。
小学怎么样？你的手怎么样？大家都尝尝看，很好吃。是我们非常具有北京和中国特色的冰糖葫芦。中学 매우 전통적인 특색인 음식입니다. 中学特别的放好，给每一个成员都有吃。啊，中元씨가 너무 착하네요. 모든 멤버들한테 다 음식을 먹여주고 있습니다. 那我们刚才最后一名的是，这是什么呀？ 来猜猜看，这个是我们非常厉害的一个非常非常苦的一个饮品。매우매우酸차입니다。苦是什么？이것은고삼차라고 하는데요. 我们来干杯！哇，什么感觉？我真的给你们干，말씀좀해주세요。我真的给你们干。아니요이게사실막몸은조금아닌데그혀의미각이정말적극적이에요너무써서아이미지금그슈베이더特别难吃但是这个味道太刺激了我感觉我的舌头都被麻痹了似的啊那我们刚才呢我们各位团员都来尝一下看有多苦非常苦是不是 다들 한 번씩 맛을 봐주시면 좋겠습니다. 얼마나 쓴지. 많이 써요. 써요. 好，他们说太苦了。好，那么我们第一轮的这个惩罚和奖励呢，就到此了。来，再一次用最热情的掌声送给我们。恭喜你回答了正确。恭喜你。好，第二题，请问中旋在学校组的乐队时所担任的角色是什么？中旋是在 학창시절에 교내 밴드에서 민호 恭喜你回答正确。好，下一题，请问泰明出演泰熙会乔治贤中的第一角色名字？出演 드라마 태희에게 출연해서 배역이 있거든요. 민호씨준수준수恭喜你回答正确了。정답입니다. OK， 接下来，请问泰明最喜欢的外国的女演员是谁？卡江卓安的外国有没有一位女演员？谁是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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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知道吗？冲呀，没有，没有，敏豪，阿曼达·赛弗里德，阿曼达·赛弗里德，恭喜你回到正确，阿曼达·赛弗里德，恭喜。频率能不能查出八个哟？昨晚的外国语演员会经常有变化。好，那紧接着下一题，请问敏豪。 最喜欢的球星是谁？好，那紧接着下一题，请问敏豪最喜欢的球星是谁？敏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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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敏
얼굴만 기억나. 어, 아 누구더라? 아 잠깐만. 아 누구더라? 오오 아 지 아 아 잠깐만. 오델수. 아 오 오델수. 오. 어, 아, 누구지? 我记得是一个姓吴的谁谁谁谁，对，是谁呢？是谁呢？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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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
축하드립니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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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축하드립니다.
恭喜你！OK， 好，我们还有四个问题啊，大家要抓紧机会。第四题，문제가 남았습니다。 실력발휘해주세요。 好，第七题，请问温流在韩国电视剧 Miss Korea 中唱的主题曲叫什么？温流 최근 보는 드라마 Miss Korea OST의 노래 제목은요？ 温流，对，温流은박탈，唱个박탈。温流答不了问题。 TP， 温流不能自己举手，要让其他的团员回答。谁知道？ 都没有人知道，敏豪知道吗？大家给他们一些提示。不知道 ，pass。 Miss Korea， 好，我们来选一下，我们看谁能够选对哈。我们的这个主题曲《Moonlight》。对，恭喜你回答正确。OK，好，接下来的问题，请问一下，温流睡觉的时候有什么毛病呢？ 민호씨，他们是领导，打呼噜。是什么？他们领导，你说什么？他出汗出的太多。他会说梦话。会说梦话。不对，泰明。泰明씨，呼噜呼噜。啊，민호。他会打呼噜。민호，也没有人问呀。민호，就是，죽은듯，죽은듯 민호，他睡觉的时候就像死人一样，特别安静。민호，민호，아닙니다。민호，好好好，我们为了抓紧时间，我们也来一下，我知道。민호知道，请说。민호씨，이불을 찬다。啊，他会。종현，종현，아닙니다。종현，好，안 자서 잔다。종현씨，他坐着睡觉。好，都不对，我们抓紧时间。 민호，민호，민호씨，대통령，恭喜你回答正确，정답입니다。好，我们的第二轮呢，现在呢回答已经都结束了。我们现场所有的粉丝们对他们的这个回答，大家满意吗？여러분들만족하십니까？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最多和最少的分别是敏豪和泰明。OK， 민호씨，꼴등的태민씨입니다。好，来，同样呢，有请我们的道具拿上我们的料理。 料理，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二轮的这个料理。我们刚才回答最多的是敏豪，对不对？好，来，敏豪，敏豪首先来吃一下这个，这个，知道这个是什么？이거드셔보겠어요이거뭔지아시겠습니까？北京烤，就是北京烤鸭吗？对，北京烤鸭，尝一下看看。이건북경덕입니다맛좀보세요。 민豪，你待会儿觉得好吃的话，可以选一位团员跟他分享哦，来尝尝看。맛있으면은 다른 멤버들과 함께 드셔도 좋습니까？ 什么味道？ 어떤 맛이에요？ 好吃是不是？ OK， 好，那么我们的。好吃，好吃。不要怪我，不要怪。好，我们的民豪。但是里面有骨头。 OK， 已经尝到了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刚才我们的有两位，我们并列是我们的泰明。우리의꼴찌가두명인데요。好，泰明，我们要来吃吃看。泰明，来，我们来吃吃看这一道东西。大家都刚才看是什么？我给我介绍一下，这个是鸭舌。泰明씨，이벌음식은오리혀입니다。北京酱鸭舌。 북경의굉장히유명한간장의오리혀를버무리는식입니다要不要挑战？要不要吃吃看？我们都已经吃了。我吃过。Do you want to have a try? No. 很害怕吗？觉得很怎么样？要不要尝尝看？드셔보시겠습니까？我们就尝一点点，好不好？조금만드시면돼요，맛만보시면돼요。 我们尝一点点好不好？哇，敏豪要试试看了，一点点，一点点，试试看嘛。
종준이 지금 吃了一大口了 종준 씨가 이미 먹었는데요 맛이 어떠십니까? 好吃是 尝尝看 一点点 조금만 드셔보세요 什么感觉? 어떤 느낌입니까? 간장과자 같습니다 아, 只有酱油的味道 没有其他的味道 민호씨가 굉장히 세심하게 음식을 맛보고 계신데요 이거 불맛나 중국에 파는 고기과자 고기 왜 이렇게 비닐에 넣어서 팔잖아요 육포 아, 这个就像中国的那个牛肉干似的 是好那么我们呢待会儿我们把这个料理拿去待会儿我们的Shining可以在我们台下再来试一试看好不好来我们再一次最热情的掌声送给我们的 Shining 有力气哦 谢谢敏豪，谢谢。山友们，真 感谢。是好，那刚才呢，我们一连通过了我们两组的这个问答呢，让我们的各位的歌迷朋友们对我们的山林是有了更多的了解。那么此时此刻，想问一下我们山林的各位成员哦，从我们刚开场直到现在，看到了我们北京所有的歌迷朋友们对你们如此的热情，大家对我们北京的歌迷的感觉怎么样？哦，방금 북경 팬분들께서 굉장히 열렬한 환호랑 환영을 해주셨는데요. 느낌이 어떠신지 말씀 한마디 해주시겠습니까? 네, 일단 굉장히 여러분들께서 저희를 환영해 주실 때 저희도 그만큼 그거에 대한 보답을 해야겠다는 생각이 제일 먼저 드는 것 같고요. 네, 일단 제가 오랜만에 또 이렇게 북경을 찾아와서 팬분들을 만났는데 뭔가 되게 오랜만에 보는 분들이 항상 가까이 있었던 듯한 느낌이 많이 드는 것 같아요. 虽然我们没有经常见面的机会 但是我总感觉我们还是在一起的然后刚才我听到就是北京的粉丝们这么热烈的欢呼声我应该有什么东西来报答你们哇那当然就是要也非常的谢谢我们的Shining能够到北京来给我们带来这么棒的演出是不是来我们再一次热情的掌声送给我们的 Shining 是，那么我们歌迷朋友送了礼物给我们的 Shining， 那我们的 Shining 要把什么送给我们的歌迷朋友们呢？ 팬분들이 이렇게 멋진 영상을 선물로 주셨는데요. Shining 여러분들께서는 어떤 노래로 이 선물에 보답하시겠습니까? 네, 지금 또 제가 영상을 보는 동안 이렇게 또 뭔가를 준비해주셨는데 그런 노래 불러드리도록 하겠습니다. 刚才看到了你们这么感动的视频，我真的特别高兴。我下一首要唱给大家听的是 Life 这首歌。 Life， 那么接下来。